还喝了几天，问几个人，我站在门外拍视频，结果他就进去说我不应该拍那个视频，完了他就把那个视频删掉了。他说他拍那个视频，他回去没法跟他老婆交代。结果他旁边的一个朋友说我这个事儿做的不对，他说你不应该拍视频给他老婆，就说我不应该拍视频给他老婆，结果就上来就把他打了。当时我也在说的，我说小峰你怎么这样子做事，我说这说你这不是拆散人家家庭的事情吗？我说是不是，那种视频说的是让给谁看我都会有误解的。然后我就这样子说了一句，然后我就发了个视频也涨了嘛，然后我一下子可能喝了一杯酒，喝了一杯酒，当时都没控制住，就上去了。